大家好，在 Coden 跟45 Avenue 这里呢，有大量的警车。但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还不知道。刚才你们听有没有听到警车的这个警报？就在这里。怎么忽然这么多警车？抓人了吗？这个警车走了。大哥，知道这警车干嘛了吗？不知道。你刚过来哈。嗯，咱们车有两个人吧。是有两个人。嗯、是打架的，干嘛的？嗯，这上车走了。哦，上车走了。嗯。这警察把他抓走了。大概是。什么样的人呢？好像有个老娘们儿，女的。老娘们儿，哈哈、嗯，多大岁数的？可能。我没仔细看。是华人吗？老外。老外，黑人。不是。是白人。怎么回事啊？一个白人老娘们儿、嗯、那另外一个人呢？那没我没仔细瞅。没仔细瞅。刚才来了多少个警车呀？这里这块我过站俩，要往那边去俩，往那边去了，那就六个。这个事情发生多久了？不知道，我刚走到这样的。你到这里多久了？我刚到这。刚到这有十分钟？没有。没有。不知道什么事儿哈？不知道。哎呀，可惜了。好，谢谢谢谢。你知道咋回事？我看看。还可以看到警车在往这边赶，这是什么情况？还有警车赶过来。就在这里 ，Coden 跟45 Avenue 这里。哇，那边警车也是风驰电掣，这是 AAC 的，但是有真的警察也在赶过来。应该是真警察也过来了。哇呀，这真是有点恐怖啊。这社区还是平时是非常安静的，这个楼有可能是政府楼啊。还有警察过来，看警车，看到没有？这里来了大量警车呀！刚才你也听到了啊，六个警车，哇！警车还没完全的离开，还在这个路口这里守着，看来事情不小啊。这里就有三辆，一辆，哎呦，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警察都在这里，警察都在这里。看这些警车。这里就有四辆警车，围着这个戴红帽子的人，我肯定要在这儿假装抽根烟，对吧？哇，五辆警车，我已经安全地跑到对面来了。这个街区老外还是太多了，不安全的因素太多。看警车，哇！
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这个地点是 Elder 跟 Coden， 前边就是凯西纳公园。要抓人吗？这一伙警察围着这一个黑人，看看这个黑人会不会从腰间掏出他的某个利器 ，do something。哇靠！这个场面，七个警察围着一个黑人，你知道这个那个人发干什么了吗？不知道。这边治安怎么样啊？安全好不好？不知道。平时有黑人在这边闹事吗？嗯，不知道。三哥不知道。您今天干嘛去了？回家了。这边肯定是有大事发生的，要不然不会有这么多警察。这一个黑人呢，极有可能是认识犯事的人，或者说肯定是跟他有点关联，要不也不会这么围着他盘问。他在拿着手机在假装找东西，打电话还是干什么。我刚才站过去的时候，旁边有很大很大的大麻味儿，但这个应该不是抽大麻的事儿。信不信等会儿我去采访一下这个戴口帽子的。旁边那几个人的情况，估计也是不知道啊，因为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在这儿。现在的情况是，如果他们没有证据直接指明这个黑人，他们就该让他走了，他不能这样一直耽误这个黑人的时间。这人估计先把车上的空调开开，或者他就一直没有关。我们看看最后会不会抓人，有点像会抓，因为这些警察都在围着他，怕他跑。这个黑人男的跟这个黑人女的还在打情骂俏，两个人含情脉脉，你看。这个黑人警察肯定认为这个黑人戴红帽子的这个男的肯定是特别有魅力啊，可能在看着我，这个红帽子在看着我。看我干嘛？看吧，我就说吧，这个黑人女的绝对对这个人是有意思，人家都走了，就她不走。你看，你看看，你看她的微笑，含情脉脉的微笑。哎呀呀呀呀！你看看，看看，是不是绝对是害羞的样子啊？
应该没事了，我走了。